我已经彩排完了，我们现在等晚上正式开始。大家请看，这些手机壳均来自那个小赖手机壳铺子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再见再见。现在还有出货的其他的手机壳，等出货到能发九宫图，我会 share 给大家的。今天也是一个勤劳的小模儿，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庄园吧。而且我要带你参观一下我家，我家可厉害了。哼，先带各位参观一下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庄园，不用管它，先到我家就行。我庄园也不是特别豪华，就是一个二层的。哦，对，先来这儿。来看一下，这是洗浴中心，就是我的洗浴中心，我是这儿老板娘。来到洗浴中心之后，首先你可以在这儿换鞋换衣服啊，完了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前台，然后你就可以进来，先淋浴啊，淋完浴之后，这可以拿毛巾擦一下，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来这儿泡澡堂。啊，泡完澡堂之后，然后你就往这边走，就进入到了休闲大厅。在这儿你可以看电视，看完电视之后呢，你可以在这儿看看书，在这儿待一会儿，然后或者你可以在我们这儿休息区选择睡觉，来睡一下，或者你就起床，然后来到我们的电竞区，你可以在这儿。电竞区？对呀，有电竞区的，非常厉害，我们是高端会所。这边也是我的一个花园，然后这里有我的牛，有我的羊，这是我的邻居。我的邻居是谁呢？我的邻居是我妈。你看，她就热爱种菜，所以地就比较多。她的菜我都瞧不上，她那些菜我都有。Hey boy.